两边。那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对。那边是前夹吗？对，前夹。前夹。就是这个轨道从这里面穿过来，就是从这里面通过的时候，一个固定的零件。就观察它能不能夹住，没夹住的话，就可能出现它这种。这个位置。那它如果这边没夹住的话，是要调整什么呢？调整。这个我们叫悬架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。看一下。点主上下。对，点主上下。然后呢？就要在这个就要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不好讲的。那它就要调整吗？调整就是说是啊，就是还要在这个位置上，还不在这个位置上怎么调整，好吧？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它正好把它靠在这个地方，是吧？